抱歉，看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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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啦，很远哦。繁星的头有甘蔗哎。我们去生存吧。是哪一只？所以我们他们打掉那个附魔书本，我们也不能吃吗？可以啊，附魔书可以吃。他是说箱子里面的金苹果好像只有那个公主可以吃。金苹果只有公主。因为我好多书，我想先刻一个。啊、可以刻啊。感觉也可以刻一个。可以刻啊。那我先刻一个。我这里没有说，你刻吧。欸你是公主，你要当假公主，你赶快刻。对啊，不是，我这边还有书，欸、我这边有多的。你们再往前走，給你会遇到杰瑞。杰瑞，只有一个人吗？一个人。杰瑞在树上跳。没有他。他在树上跳。你在哪里？等一下，哈公主，我们不在你旁边啊。好，往前走，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往前走。我们在地板上，我们在下面。你们在地板上我现在脚要踩的东西叫泥土，请问你在哪里？有啦，我在泥土旁边，我在泥土房间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有有，看到。他继右转，他继右转，他继右转，右转右转，树林里面，他往树林走。看到，有哈？看到那个亮亮的那个吗？对，那个红红的篮球头那个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已经被看到了？他没看到你啊？可是他们没有天眼兵哎。他没有看到，他没有看到，他到处晃不到晃手。卢米下来喽。好，等一下，喵哈，我们三个人就都只打那个金装的。好，金装是那个，啊、他们家是谁？波波吗？哦，好吧，你要脱妆了，波波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杰哥他们看到了。哦，玩一下嘛。巧克力，巧克力哦，巧克力哦，巧克力也会合喽。好，去找金装就好，找金装就好了。金装在很后面。Bobo 在很后面 ，Bobo 在很后面，欸、嗯，这样巧克力在我们后面 ，Bobo 在巧克力后面 ，Bobo 在巧克力后面 ，Bobo 在巧克力后面，好，在我后面，在我后面，哈基保护好自己哦，我们去找那个哈基在找 Bobo， 哈基在找 Bobo 了，好，哈基没有死，等下我解决一个 ，Bobo 快死吗？打 Bobo 打 Bobo 打 Bobo， 我在打 Bobo 啊，哦，差点一颗星，差点。欸、可惜耶、欸，真的可惜。就不能动了，对啊。有炸掉了。可是你不能动啊！你不能动啦！死了。我已经死了，我死了。刚讲了。没事，大家都 NG。我喊了，努米还在沉溺。我还以为哈基没事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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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。就不能偷穿那个，对啊，有可能不能偷穿黄金装，可恶！没事啊，跟上次一样，规则没讲好。抱歉，卢米，不是他没，他没有在听我们讲话而已。啊！我努力的在追波波。真是很讨厌，都你说讨厌，这个仙子讨厌啊！那美女就不小心扑上去了。可以让那个公主远离战场。不用。我们刚刚就说波波你远离，波波远离，然后波波就在我们旁边说啊，我已经在这里啊，不愧是公主，就在旁边而已。公主超难注意到她死，对，太难了，我觉得太难了。泱泱跟酱油打掉我们超多血，可他们公主已经挂掉了，这个有一串血就被他们那个活僵尸咬死了。没有没有，是真的注意不到啦，你看每一队基本上都是啊，公主要大喊，公主要喊啊，公主死掉，刚刚想一下。对啊，要干嘛就是当公主的人要我在这里，我都听到哈基的死亡声了。哎，你刚刚怎么不就哎？哪有？没有。对，哎，你知道他这超凶的，他直接贴到波波旁边，他在绕后啊。哎，他差一点，立马就是不管了，直接站在那个哈基前面，给他当肉盾挡。太可怕了！不愧是我的子民们啊，果然是你闭嘴，波波一直叫我背他扛他，烂透。所以虽然你们好像都是没有做到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努力。太把我们挤下山。要把十二打一啊！看绿队在哪里，然后就他就把我挤下去。我觉得刚刚公主在那边实现嘛。太公主。
你在笑什么啊？你笑太开心了，笑太爽了。你是不是想当公主？你 NG 后打最开心的就是你耶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因为团团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公主死了，公主死了，我们还没注意到公主已经挂了。真的哎、欸，你知道我是看到繁星说死了，我才吓发现哦，死了，哎、欸，真的也死了，死了。死了有酱油，有 Lumi， 还有谁、啊？你说动手的吗？对，就他们两个、啊，NG 的当公主，杨洋，三个公主，那你们三个就继续当公主啦，就你们三个。NG 的還要背负，反正酱油死了很明显呐、啊。死的时候要大叫，为什么？对，死了要叫、哦。你死了，你的声量那么大。对啊。哪有？听我解释哦。听我解释，我哪有？有啊，显示设定哪没有？我没有。感觉刚刚一对象死了之后会爆麦了，对。等一下，你怎么死了？你怎么莫名其妙死了？这样子然后队友会跳出去调音量就死了。我跟你们讲，真的会爆麦的是杨洋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是你们不知道，祖师庙爆麦多可怕。我跟你讲，不会，别讲，你知道他刚刚就是没有爆麦，所以你们才没有听到，没有，他刚刚这样子，一句话都没讲。他我超冷静的，刚刚的声音。我尖叫的、哦，我死了哦！他死得很安详，真是好事。对，他死得很安详，他死得很安稳。对，他没有在痛苦中死去。真的。哎，我们的公主就有惨叫，他被哈基打的。啊！美女被打，美女被打，太可怕了、啊。哪有？这不可怕的，没有。波波，我赶快瞧好，赶快瞧好。有有有，我瞧好了，瞧好了。六 D 美女，下手。所以总之是箱子东西只有公主可以用就对了。对，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，包含金苹果，都只有公主可以用啊。但是人死掉的那个金头颅就没差啊。嗯，对，人死掉那个金头颅是酥啊，那个可以直接吃。然后公主要拿别的也可以啊，因为那斧头好像很快就会坏了。超快，一下就坏了。所以我刚刚才会公主病呢。OK。一个头两个大，他一开始完全不挖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金斧头你不去砍木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天，我要做事啊！人家是公主啊，她富贵手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反正等下是泱泱公主嘛，酱油公主，还有卢米公主，那里，哎、欸，他杀死波波说，我杀死了，我杀死了，啊，他去死了。那我想到，如果我想要让我队伍的人当公主，就我死了不要讲话。还是这样子吗？真的？对，好像很难呢。你很难不讲话哎。对啊。哪有？哪有？有了。哎呦，直接有。好玩的，我们是酱油哎。我弄一个。我弄一个，就是那个 boss 死掉之后呢，其他人都会虚弱这样子。啊，不对，哦、那个土司喵在四人的那一队，那个那就是 Bobo 跟土司换啊。对啊，哎、嗯，对啊。我有问题。你说、啊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是酱油跟土司换吧？箱子要怎么用？没有啊，露米，那酱油是哦哦，对不起，酱油是公主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对啊，她不是公主。那个箱子要怎么用？没有酱油是啊，酱油是胖公主啊。哦，对，那可以。创造扛错加中剑。啊，酱油我等下帮你拿，我会帮你拿。我现在还是现在用，还是泱泱那一队有其他人帮他弄一下。来人，不，团团啊，对啊，杰克在弄啦，给杰克啊，杰克在弄啊。那个箱子里面有，箱子里面还有一个箱子，然后复制那个箱子就好。我要选蓝队哦，要怎么复制？扛错加中剑，看一下是哪一个蓝啊？不是，哦，你那也太蓝了吧？拿一个，有了，我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箱子也可以啊，对啊，其实也可以啊，这样也可以啊。放点中间箱掉了，放点中间箱里。巧克力是讨厌我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讨厌我。谁叫你刚刚公主病有没有？没有，因为你被挤飞哇，那这一场是你自己被挤飞啊。QQ， 没事啊，波波，我帮你。
不要，你不要帮他，我是敌对的，他是敌对的。我要研究一下这个，已经下次再弄好了。好，好，不是公主喊大声一点就好了。我们人工尖叫就好。可以喊海格，海德格。你在海德格叫不喉咙也是不会停的。红队酱油公主，绿队泱泱公主，蓝队。露米公主，我们可以三个公主手牵手就喝茶，你慢慢打。我觉得可以耶，我觉得可以。没有没有所谓的友情好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友情。你们所有人只有互相残杀。你知道这个？你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戏剧中的公主名叫好朋友，还要看着国家自相残杀的感觉。三个公主的小圈圈，各奔东西，走走，放心不在这。怎样？耶、yeah! ！就要下去，我要下去啊！不用下去、啊，我要下去啊！阿弟走啦！不行，可恶！导游还没来，酱油公主还最慢来，姗姗来迟哇！哦，哎、欸，在化妆，没办法、啊，我是胖公主，走比较慢。哦，难怪刚刚有地震，吓死人！我刚刚走的时候反跌倒。每次你是我们最棒棒的公主，我听到了。你最棒，不行、公主不高兴，我要加收你们的税。没有税好吗？没有税，所以是公主自己拿还是我帮她拿？哎、欸，我们怎么在太烂了吧？太烂了吧！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不是你们这里怎么太烂了吧？哇！赶快打！赶快打！我们箱子也是一格，我打掉这个了。啊！我知道，哎、欸，箱子有，走走走，再打，再打一格。我看一下哦，太白痴了，太烂的啦！我们这个运气、欸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这公主，哈基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。Q 给你。我们没有。那、啊、你在下面怎么办？哦哦、你在救我、啊、，Q 给你。轮流箱子大法是不是？可是其实我们这边有挖上来了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这边我来，我打那土。哎哎、欸，哪有？有铁啊！这边有铁，这边有铁，这边有铁。那你先救我们，我去救房间，你们不弄上去。这里有铁啊！你上来了。哎、欸，跑酷一下，跑酷一下，可以。画的花，这太烂了，这地板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都一切都是酱油的锅。你怪谁？砍木头，拿你的金斧头去砍木头。人家已经石器时代了，我才从头开始。至少这里有铁，好不好？我做好身材了。木头多一点酱油、哦。好，来了来了哦！哎，公主好刻苦啊。没有，你是为我们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税可以拿，多棒的公主哪里找？哇，那我们这样还要烧铁一下哦。嗯，大家全程就是酱油举着盾就好了。你酱油你也可以垫高啊。对啊。诶，就我们视线里不要看到你啊。怎么了？为什么的原因、欸？有岩浆哎、欸，有岩浆哎、欸！哦，可以捞，可以捞。不，那个，他记懂了。哦，在中介箱的另外一面。我的橡木原木不能合成橡木。哎、欸，我重登一下。你重登吧，你重登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橡木原木不能合成橡木。你橡木、啊、可以了。我想说原木和原木是什么概念？哎、欸，不对 啊，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不能做木棒。哎、欸，你不能做。为什么那一口嘞？做给再多放几次，那可能是泪哥。哦，有了，对，他会吃那个。我之前也有过，所以是不是可能卡卡了，或者就是酱 油,、啊、油太大了？对，就是我，我把你们挤到连木棒都不能做了。怪谁？只能做牙签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请问橡木牙签是什么概念？我把盒子台拿下去了，我觉得我们在下面好了，下面感觉不错啊。哦，对啊。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减肥就能解决的事情了。你说你的重，那我说那、怎么了？你想讲什么？我说我们公主超级棒，我最棒，最胖，我最胖。
最苗条。你说我们吗？你说不？好你说木棒吗？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木头很多。哎，这边有岩浆，一个盾。这边有岩浆。哦，还有岩浆哦。对，我刚刚从上面看过来的。我们铁是多少？很多很多很多，超多。还要更多铁？有，还很多。这边我还在挖，我还在挖。好好，你赶快赶快挖。好多铁，好多铁。嗯。哇，其实我这样算很红吧？就啊，黄金公主身边围绕着白银骑士啊。快点交给我们了，交给我们了。哎呀，我一人一个盾。好，公主嘞？对耶，会收，还好。公主在挖铁。嗯，来来，公主你的盾牌丢到岩浆可以吗？不行。哈公，不是那个哈哈公哈公主。还是说公爵？已成过去式了，已成过去式了。哎，那个铁挖了，赶快过去烧啊！我在烧了，我在烧了。哎，这个大峡谷好猛哦！哎，有怪哦，有怪哦，怪怪的哦，怪怪的哦，怪怪。我想说，嘴巴空气，把这水直接堵掉好了。公主，你在干嘛？赶快烧铁，赶快烧铁！公主他们打起来，公主他们打起来了，公主。哦，碎哦，碎哦，碎哦！哇哦，哇哦！杰克跟公主打手，哇哦，哇哦！有他们公主还活着，讲哇、哦、哇！他们说好的手牵手关都是假的，公主之间哪来的手牵手啊？哎，这里挖完了，不要再去了，不要再去了。好、哦，公主还活着，公主还活着，他们哇，那么强！哇、哦！露米公主要死了，露米公主要死了！啊，我们这个一定赢的啊！来，我们手牵手一起打他们！哇塞！哇，露米公主！哇，剩下露米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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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哇！太刺激投入了，刺激投入了！哇，这个好好看哦！好刺激哦！超刺激的！啊！那个缺煤炭烧铁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放一下。我挖个煤炭。我们会不会没玩到就结束了、啊？有可能、啊。哇，他们还在打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他们好像没打了，他们好像互蹲了，是不是？有可能哦。对啊。哎呦。哎、欸，我那个岩浆有捞吗？哈基那边吧。我捞了，我捞了，我捞了。好，那我就不做水桶了。好，那我做。好，那我做水桶。我去捞水。哇，我觉得他们在想要找我们了，所以等一下头上忽然间就打起来了。没事，我跟哈基在头上。对，两个哨兵。嗯。哇，这边苹果怎么那么会掉？哎。哇、啊，我们就把公主埋起来，我们自己去战斗就好啦。那公鸡在叫。幸运神的力量啊！幸运、啊、有得幸运，好好，我开场在这种地方，好好幸运哦，好幸运哦，超幸运的，后面得到了很多东西啊！我让你们啊，露米要死了，哇！没有，我让你们免于战争，还有铁，还有苹果，我们还是要战争啦！天哪，干花女王哎、欸，真的是干花女王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那个，如果等一下这样你先死就尴尬咯，你要不要？对啊，小心一点。我要把我自己埋起来，大家再见。你埋起来，然后就被边界夹死，有没有？嗯、欸，很有可能。你可以垫高高，垫高高。没问题。你还要在这里哦？你为什么还在这兒？看不到、欸、一个人。我要上去了，我要上。有看到他们吗？没有，我已经没有。全套铁装，超扯。你全套铁装了？对啊，刚刚铁超多。我刚也挖了十几个吧。嗯。好哦、有没有铁全部都弄完了？没关系，送你。我去。有，我们这个是我先上嘛。等一下如果我血残，再把装备喷给你们。我觉得我有可能用。哎、欸，正好刚好。好，你方块够不够多？你要不要？我有七个，嗯。气死了！我们是红红。哎、欸，这样有16个，十、哎、六个。我在巧克力这里了，他记我们在负六五三六，在中心点、啊，我们在中心点。我看他记，啊，好，
来这样有没有叠高高？啊，我要在这里叠高，我还要叠个大平台哦。然后等一下就自己摔下来有没有？会，你在水上面叠吧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在叠是不是？啊、我觉得好可怕。我帮你倒水。我帮你倒水。我觉得他好可怕。我觉得他要死了。我觉得他自己弄死自己了。完了，那这个我一定会剪进去哦。妈呀！我一看，我大平台都堆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你有看到他们吗？没有啊，没看到他们啊。他们是不是在哪？之类的啊，这两个人是不是也在农啊？而且因为直接缩圈呢、啊，他们应该也很难跑去别边。对啊，我绕边界一圈好了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他自己在隔壁。在哪？在哪？就我的隔壁。对，十三，十三八。繁星在哪？你怎么不要先上啊，繁星？我没有先上，是他们先上我。在哪里？会被吃掉，会被吃掉。我在酱油旁边来了。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有有有，哈基呢？哈基可以绕过去。我们 X 差不多在零零零零二十二十，二十二十。对对，好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他们，我看到他们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喂喂喂，死了、哦。喂，有人干掉，干掉，干掉。森哥，那头颅有拿到哈？有。哦，是有，杀杀杀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有哇！别急，杀到了。还在说，还在说。哎，我要站在这吗？哎，他血剩很多，他剩你三个，三个，六颗星啊！斧头砍掉就死。哎、哇哇！哎，我站在这，就叫你叠高就好了啊！公主能回头看看我们的公主，不砍哇！啊！我是不是可以跳一波了？你还跳不死的、欸，信不信？哇，好猛哦！哇哇，好险哦，好险哦！还好你有烧到他。啊，上去上去，好猛哦！我刚刚好香哦！你这场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啊、手带刀，没有，没有，好可怕哦！还好还好，要有烧到，那才说哇，烧公主烧。这个没烧到，就要看到两个公主互打了。好想看哦！重点是这样。这个肯定有心结，有心结。不加，可是他没有死掉。你知道我来说就是，你可以在那个水旁边叠高，然后说啊，那我在这里叠高。哇！直接在一个中间叠高，我们说你会不会摔死？哎、欸，他那个会移动啊，我觉得好酷哦，跟那个一样。对，你说那个总边界哦。对，或一格之后移动，它跟那个 Fortnite 一样。哦，你知道我们一开始，酱油公主队出生点在这下面。对。好惨！我们沿路打石头，我在那边手打石头，好累哦，好累，还拿那个箱子当垫脚石上去。